甲，我还没穿内衣嘎嘞，靠腰是嘞。恐龙经过妈妈上一次上了各大平台版面之后呢，这一次要拍续集了。今天要打电话给我妈妈，看她有什么反应吧。哎，别了，没有啊，我等下去工作啊。那个什么什么经理啊，看到啊？对呀、啊，爸爸的经理，人家说你妈妈那么粗鲁，不会啊，我还用鲨鱼夹，他妈的，那个鲨鱼夹我还没穿内衣嘎嘞，靠腰嘞，你昨天不是在告我？有啊，要去哪里告？去总统府按铃吗？我对谁，我永远都没有敌意，我从来都不会跟人家吵架，对不对？哦，我12点就到哦，拿资料给弟弟哈。你要戴口罩呢？为什么？你现在很红啊！靠腰不出门也乱干掉也不行啊？我的头脑还是有清楚的一面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忧郁症的药给我吃啦，给我2颗啦。好啊。你要看没？安眠药给我2颗，我吃一下。他们我两天晚上没有睡觉了。你要记得戴口罩啊，来台北的时候。好啦，我在戴斗笠了，好不好？那我现在想到，我上次在楼上抓那个虎头凤，你是不是也把我影片传出去了？没有啊。哦，那个不要，我那个很丑啊，那个抓虎头凤那个，你看戴斗笠很丑嘞。还有包那个浴巾。你要偷拍我哦，你要说妈妈，我要偷拍你。哎，我要穿得漂亮一点的。干你啊！这样就没有梗了啊！你刚刚讲几句脏话？我刚刚有讲吗？没关系啦，因为我在录啊。这样可以录哦。可以啊。好妖，录你要给放到哪里？没有，有续集呀、啊。某家什么什么东升什么挖沟报，要改天那个什么苹果日报也哦，不要我不要这样子啊！怎样看？你从来妈妈也没有骂过你啊，对不对？你跟弟弟有这种妈妈，我跟你讲，你们前世真的是烧了好几炷好香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妈妈真的很好呢。你妈妈怎么那么好？你哎，出社会那么，我也要跟你要钱吗？没有吗？没有跟你要钱啊，对我不有自对？己给你钱哦。对呀、啊，你自己给我，当然要拿。我你看你欠我。欠我多少？自己算看看啦。哦，那个也不要讲了啦。我有给你好啊，好了，哎呀，对呀、啊，我知道你很孝顺的，每次1000块啊。干！好了，自己要小心了。好了，再见，废话少说，再见。来，快来，进来一个。